菜157天组，四五儿童不减，376圈。还没买到的朋友不用担心，第二批排汗衫已经在追加了，制作时间大约一个月，制作完成也会尽快通知大家哦。鹅的四季刺绣飘带、软胶钥匙圈还有骑行者飘带也都在持续热卖中，记得要随时关注鹅的虾皮卖场哦。再过一天就是耐久赛了，鹅正在为比赛前准备。好紧张哦。好紧张啊。其实没有啊，没有紧张。精神没有很紧张，唯一会紧张的就是明天的起跑，我又是责无旁贷的地方，对吧？对，你要跑步起跑，不慢是起跑。这边补充一下，什么是立慢式起跑？我想要明天要起跑，我就觉得肚子有点痛。明天就是我们的耐久赛，这个礼拜呢几乎就是住在赛车场。那今天呢就是好好的把准备工作完成，熟悉一下换上了新衣服的战友车车。我没有参加过耐久赛，所以我也不知道场边要做什么准备，什么交接、加油、什么手势，不知道。所以等一下呢就是要跟我们的团队，我们 team 沟通一下，然后稍微练习一下传接手，这样不要到时候又在那边哎手套找不到啊什么。风声一次那不是我在玩，是我们那一组都在玩，所以我就配合他们一起玩。那其实我那天是蛮想要有个比赛感觉这样，但是玩也是蛮好笑的啦，没有人呛我就有点不舒服这样。但明天不能玩，明天要认真的跑。然后明天那个场上的就是满员25排车，蛮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赛车场的那个争先恐后啊，然后那个贴身刷卡哦，那种真的老是不习惯。明天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会习惯一下准备好的车辆，因为昨天跟今天好像差外壳啊，坐垫，那个坐垫我看起来像是妹妹破坏者。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等一下去看这个坐垫，我觉得肯定是一个。Oh no！ 来看这个坐垫。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既然先打招呼，我坐垫为什么只有一半？我千辛万苦帮你弄一个赛车座椅，当然要配合赛车的坐垫。我知道这个好用，但是坐到那里去啦。今天是我们耐久赛前的坐垫准备练习，你要习惯一下新的坐垫，招车，车头看起来比较长，先习惯就好。对，来电片有换吗？来电片等一下我会在自己轻松看看。那我要习惯一下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交给我，Carry 啊 ，Carry， 我天哪！好了，赶快准备试车吧。All these people can stare, I don't care about that. This is my pity party.被25台车丢，我就觉得。有起跑都被25台车丢吗？哎呦，代表你很有自信，你是单位起跑哦。衣服在吗？人生第一场的赛车比赛，赛车手。
以后去相亲的时候，我要介绍说我是赛车手。相亲的时候听起来好奇怪哦。不录了不录了，拜拜。今天的国际首次，紧张吗？还好，就那样啊，我懒啊。反正呢，起跑的时候摔三圈，接下来就没我的事。我只希望我不要被其他人影响啊，因为我真的没有跟那么多台车起跑过，就很怕被猪抓放啊。不要担心这个啊，其他都还好。而且我腿上的包一天比一天多，所以我也超凶。而且我跟你讲，讲什么？这几天那个啦，好累的。我现在是一个女人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还是这样，等一下见啦。赛车场上没有友情啊，我告诉你各位啊。装备检查，滴滴滴，快来啊！我们的大干爹，吃上去了啦！像这台车复活的干爹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干爹 KYT。那四五 racing 呢？那个不用管了。听说你的单圈现在进步很多。小进步啦，小进步，我就一周来一次而已。我都没有来啊，期待你等下场上的时候刷爆你。好啦好啦，都没有来，刷爆我啦，好不好？去了去了去了，看场上没有朋友啊。还有十分钟。To live, 'cause some people never learn. But they're not gonna watch me burn. 'Cause baby, I go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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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It's a new beginning, set a better life. It's the dancing underneath the disco lights. They can try, but they can never take me down. Ooh. There is only one of you, only one of me. There's a million of those who won't let us be. But they're not gonna see me bleed. 'Cause baby, I go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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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I've been beaten to the ground, dragged across the dirt. I've been scared to live 'cause some people never learn. But they're not gonna watch me burn. 'Cause baby, I got you.
你接下来的表现。我们队友真的太给力了，才第二棒，我竟然没下来，希望那我可以休息好久，然后等一下下一节呢，元气满满再冲个20分，希望我下一节有20分，我等一下要以耐久为主。
帮我们抢秒数。反正呢，他说最后十圈要让我去冲线，所以你今天要下第三次了。对，等下冲线了，我记得他是说看到方格旗，然后还要再绕一圈再回来，所以就是看到方格旗冲啊！希望不要被超车。我们目前成绩还不错，跟第二名差了11圈大概啊，那就是好老师不要给主给管，把圈数撑完，然后就。跟你讲，我不是骑车抽筋的，我是骑到最后真的车辆故障，一定要过方格旗才算完赛，所以我是推车过来的时候抽筋的。然后前面骑一个小时的车。哎、欸，第一次比赛要拿冠军呢、欸？比赛就是要挑好队友，还有那快车。对，虽然他说。好啦，我们今天是人生第一场耐久赛，然后也是西部第一场耐久赛，要跑百米还抽筋，两个人的第一次成就。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累，因为我只有跑两节，大家都跑两节，两个月的密集训练，小小的进步才敢来比耐久赛。之后的七八月都还有争先赛，所以我还是会继续抓西部来陪我练车。因为接下来比的是争先赛，所以它的强度比较高。然后今天虽然状况很差，反而今天也是大姨妈来临日，所以很虚。连日的列车真的是有点累，但我还是尽量用我最佳的体力去跑的。刚刚那台车的尾数剩下89。哦，对，你不说你换手的时候，他说问你167度啊，我还骑了一个小时。等一下，我阿鲁最高到160。160度，因为换牌会失效，没办法进档。应该说，我下来之前就不正常了。我还敢骑，我不敢交棒给你啊。还想说先 handle 一小时，然后剩下最后10分钟，然后给我冲线，然后哎，停不下来，最后就停在赛道上。我们超傻眼，我们还以为是没有，还想说哦，蔡正又不是说给我钱，居然没有，然后就啊，就坏掉。对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西服把车子弄得这么快。你知道多快吗？我直线可以追上他哦。这件事我可以讲很久，就是我们昨天在练车，你骑 V 三，对，我骑 V 三 ，V 三的动力的大哦，然后我骑这一台很正常的弯道就把我拉开嘛，冲直线的时候就，追追我，然后追上他，妈妈你靠近，慢慢靠近，我就哎，这追我来了，好恐怖。我告诉我今天到处跟人家讲说我追上蔡振勇的直线，好啦，那今天就是一场，拜拜，棒的比赛，追。
最后真的很可惜，差十几分钟他就完赛了。起码我们四个人都是顺利洗碗。有个演习有差，昨天一直在演习啊，这礼拜一直都在练习，真的非常感谢我队友们，还有感谢我们的衣服，感谢 Super Racing， 感谢 KYT， 感谢 Racing。然后来比赛，然后拿冠军吗？想，来上课就好了。上课之前先赶车，然后赶车完再上课，然后听。这就是二的耐久赛，那我们就下次见，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辛苦了，辛苦了。好了，下班去买菜。我们看到这个给你贡献小，太亮了，看不到。我会认真的起跑，认真的抢车，认真的飙车，反正我不会。你知道这个要干嘛用的吗？这就是耳在前面，你知道你就这样子。听到这声音，出脚。他水管插在你的鞋子里面，然后这个砸。有没有？刚你急急如果口渴，就脱下来。你以为火起人还要比赛吗？现在就开始。你在母汤哎，这些人哦。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